因为它有颜色，颜色的时候。Escape 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九六车店要开箱，开什么？没有，其实我们今天是来抽奖的。然后结果我们今天因为肚子饿，所以我们去麦当劳，就不小心发现他们有新产品上市了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测试一下。大家最近有去过麦当劳吗？我们平常没有在注意麦当劳资讯的，但我们刚刚因为肚子饿要去麦当劳买个东西，就发现他们最新的主题红黑对决。你要红的还是黑的？我要黑的，这个。好啦，黑心商人都是黑的。他们这件汉堡很特别，有颜色的汉堡。而且是颜色，黑色跟红色的汉堡，一二三，哎，阿高哟，里面还有一个袋子，打开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黑色的？哦，哎，真的，你那个没有红啊，哪有红？这没有很红，差太多了，这没有很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广告有一点。夸大、哦、是不是？它的广告的红，它广告红是甜菜，对，可是它广告的红是非常红哦，是这个颜色哦。哦，这个来，麦当劳到底会不会被告广告不实？我们会不会害到他？对，这个颜色差太多了。如果有害到你们的话，差太多了，记得下次先问我们怎么拍哈，不是那个这怎么做哈？颜色差太多了。还没买的朋友，你要知道，就是。图片长这样，视频长这样。如果你是因为觉得它颜色很漂亮买它，你可能会后悔。对，都会失望。但我先讲一下，它这个是我们这个黑色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它是墨鱼面包，有人念墨鱼，有人念抹鱼啊，对不对？是墨鱼还是墨鱼？你是墨鱼吧？对。然后还有双片的起司，然后再加上牛肉。其实它应该比较像那个起，就是那个。哦，你的是牛肉。对，我是牛肉。我这个是鸡肉，这是炸鸡，你是鸡肉。啊，你的是什么？看一下，鸡红堡呢？鸡红堡，脆鸡红堡，看成鸡红堡，它是卖，应该是金家鸡腿堡的那种鸡腿，然后只是把这个对去骨鸡腿肉面包弄成红色的吧？对，为什么红菜是那个哦甜菜根红的甜菜根，甜菜根是红色，对，甜菜根本来是很贵的食材，对对对，就是因为台湾没有，好像都是对对对对，好吧，我们来吃吃看，吃看看。有点不一样，它这还没吃的时候，我本来觉得它应该是跟起司汉堡差不多的味道，而它有一点那个抹鱼的香味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有一点点。那你这个呢，吃起来跟卡拉鸡腿堡比起来，这就是不会很辣的劲辣鸡腿堡。好，吃起来只有这个感觉，所以它这一次产品的卖点最主要是在颜色的，视觉啊，我觉得是在视觉，但是也是好吃的。因为麦当劳本来就好吃啊，对，视觉产品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穿衣服也是要穿帅的，好吃，啊，好啦，我吃出来不一样的地方了，它那个面包我觉得比较有嚼劲，真的吗？因为原本的麦当劳的汉堡的面包是松松的，对，然后它这个我觉得比较扎实，比较扎实，我是吃起来觉得有有另外一股香味，我讲不太出来的香味，不是起司，也不是牛肉的香味。你是笑什么啦？因为它有颜色，颜色的香，颜色的味道，颜色的味道吗？好了，好，今天的那个麦当劳的红黑汉堡，对，开箱就到这边。对，大家还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可以，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，好不好？对，红色很鲜艳，其实有比较红的，比红的有比较好，里面比较好。哦，里面有，确实里面有比较好。哦，里面就比较接近了，里面就比较接近了。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颜色不实之嫌。但是外面是这样，颜色色不全。啊，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最后跟大家报一个好康，赶快去 Ted 的粉丝专页三五线上赏物频道，还有 YouTube 频道抽大奖，抽什么？抽一组要价9000块的德国进口15的
衣帽挂钩 ，FB 粉丝专页和 YouTube 频道各抽一组。Ted 这个频道是不动产的频道，很冷门，不用订阅没关系，记得去抽奖啊！大家再见。